险，算我一个。根本直接交的呀，技能。妈的，这对拼，技能不直接交，那肯定要直接交的呀。不是，还是可以冲锋啊！这不冲锋一下，刚刚卡玛还是一级的，只能说，哇哟哥们，这拉克斯玩的不太行。哎，我眼焦了呀。对啊，哥们，这拉克斯玩的确实不太行。他辅助，我给他想刷个狐狸无缘吗？别 make。这又是什么？不是，这几兄弟，这卡玛又是什么意思？我操，他妈没中！这 Q 没中有点尴尬，还给我拼信号了，妖姬来了，算了。不是拼你信号了吗？逆天，哥们儿，一点小建议，如果没人跟你说不可能，那就仍然有可能，你大胆去做吧。牛逼，练英雄直接来了，直接跟我说练英雄了，行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那我没话讲了呀，我都，那我确实没话讲了，你把我嘴堵住的。
这头没必要跟他抢，而且我也抢不过他，就没必要。就那样，他E到了，那这个头就是他应得的。千呼万唤始出来。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我都有点不相信他啊，感觉。能 Q 到吗 ?OK, 压根就不 Q。你要死自己去死，真的，你不想赢。您要死，您自己去死。没办法，只能靠自己，真只能靠自己。这个辅助靠不上，感觉他站位又想死一下。嘎了。感谢大俊的一张粉丝牌，谢谢粉丝牌。搭晚了，见到吗？
要我叫闪吗？嗯，可以不用。刚刚在犹豫要不要叫闪现杀的。没预判好哎，感谢陆宝送的烤肠，谢谢，谢谢陆宝，谢谢，非常感谢陆宝送的礼物，谢谢陆宝，感谢陆宝的礼物。感谢陆宝，谢谢，非常感谢陆宝送的礼物，谢谢陆宝。那熊瑞怎么改了个小瑞啊，那什么东西啊。非常感谢陆宝送的奶茶和烤肠，谢谢陆宝的礼物啊。哦，感谢，非常感谢陆宝送的一个虎牙药，谢谢，谢谢陆宝，啊，感谢陆宝的一个火箭，谢谢老板啊，非常感谢老板的一个火箭，谢谢，谢谢老板的虎牙一号，老板大气，老板，老板身体健康啊，老板万事如意啊，老板生活顺利啊，非常感谢老板送的礼物，谢谢老板的礼物，感谢陆宝的礼物，谢谢陆宝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呀、yeah. 啊！他想跟我比划，哎呦，比划比划，点个眼吧，这个。大家晚上好呀，其实比较希望每一把都是碾压局，那这把看起来好像还要略微有点焦灼，拉克斯，拉克斯很有点笨笨的，这个拉我方拉克斯，我对方卡玛也有点笨笨的，在上路，那我这波线推完我要压他了，但他有电刀的话清线主持是有点快了，这样一波线没了是合理吗？这哥们怎么推他塔呀，这太变态了吧，哎呀终于 Q 中人了，不容易不容易，难得，
我操，有点伤害啊，伤害还挺高。好想继续想杀我呀。我是不是应该但还是要先做塞瑞尔达呀，没塞瑞尔达少了点东西，伤害有点低。感谢 TAMAK 还二右的粉丝牌，谢谢，感谢粉丝牌。你也电刀，什么电刀联盟，真电刀联盟啊，大家都出电刀，不是一把游戏已经三个电刀了。我想走了吧，妖姬好像来了。对，妖坤好像来的，但有点哦，要上吧。好想点怕我啊，这我一上来不直接 W 一下吗？有点保守啊。这把闪现者谁啊？妖精跟吸血鬼。为什么又觉得很困呢？什么状态我都没注意。哥几个围绕一下呀，我十杠零围绕一下。对啊，哥们不是零杠十啊，哥们是十杠零。拿了大龙之后还是不打团，这种很乱的节奏就很不舒服。
才刷呀，他想留我，哥几个打团呀，不是打团呀，我们有大夫的。他干嘛？一直落单跟人家一比一啊。什么情况啊？哥几个这样送，当然我送一个就不一样了啊！我要真送一个头，那这个对局就不一样了。只能这么说，我哥们要真死了送个头，这个对局就不一样了。OK， 现在已经变成奇怪的游戏了。是的，吸血鬼吃了我这个1000块钱，一切都不一样的。感谢陆宝的钞票枪，谢谢，非常感谢陆宝，谢谢陆宝送了很多很多礼物，谢谢陆宝，非常感谢陆宝的礼物，谢谢。啊？就这哥们，什么情况啊？这哥们？
跑那么快打不中啊，哥们技能。非常感谢陆宝送的虎牙一号和潮表枪，谢谢陆宝，感谢老板的礼物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啊。又开始很乱的对局，哎呦还打出来两个人，感觉可以处理一下，哎，螳螂拉扯一下很有说法了，好急，但是好像问题不大，虽然很急，慢慢磨，吸血鬼肯定走不掉的。两个，有两个亿，哎呦，好走位，少侠。啊，出香炉的，还没见过，这拉克斯出装真没见过。真的，我在认真的拆塔。巨认真的拆塔。OK, 那边杀两只。再拉扯一下。我给他们一波了不。有点困难。别追哥们了呀，我给你杀一个，杀一个螳螂和杰斯得了，哥们别追了。感谢小小金猪的一张粉丝牌，谢谢，谢谢粉丝牌。还行，精准。哎，没大到他。他们下路一个，然后凯隐不知道去下去了还是回来了，等会马上就知道了。吸血鬼回来了，凯隐应该也回来了。牛逼，这就是吸血鬼吗？好有实力，没有重伤吗？不，他主要是还有个卡玛给他加速，巨有实力啊！真没重伤啊！我操，不会让我出重伤吧？哎，我出重伤收益好低啊。哥们出重伤的收益真的很低，真的是。
流水法杖，他加上给大家技能级数，加上他的那个移速太快了，拉扯不动啊 ，Q 根本就很难中。捡到吗？有点玩不下去了呀，这打到后面就是不好打的呀。破壳阵容，中期没有结束掉对面，这阵容零个控制都不能叫控制，可以说甚至可以说没控制。阿拉克斯他练英雄的左翼的 E 技能又很，主要是吸血鬼就 无所谓啊，吸血鬼就发挥舞台很大呀，那人家疾跑一开，卡玛给个 E 技能冲进来一波直接结束的。关键点就是20分钟大龙打完之后，哥几个他们几个不知道干嘛，不来打团，搁那单抓，然后被抓死了，然后进攻节奏差了，又死了。对对啊，就不打团，龙 buff 有大龙 buff 不打团，然后被抓就很痛苦了。主要本身阵容也不好，你阵容好一点也 无所谓的。妈了个巴子，跑这么快啊！我想起了发现伊克林精神墓穴的经历，这跑得真的快。在这吗？那在哪？还在带吗？没带呀。我还是只有我一个重伤吧？人家水龙魂啊，能不能搞重伤啊？
不是真没人出重伤啊，什么情况啊？打他们打到38分钟，人家有个吸血鬼，然后是水龙魂，那没人出重伤。这我也头次见，什么时候 ADC 还要出重伤了？还有这种事情？哥们，OK， 下一把。其实二十分钟的20分钟那一波之后就很难玩了，如果哥几个结束痛苦了。我这吸血鬼怎么办？就告诉我这吸血鬼怎么办？就简单，你就跟我说，这吸血鬼谁拿他办法？这俩英雄又很灵活。可惜，下一把。